青霞一路，后面各中学生囡仔卖力向前走，为这礼拜马拉松来做准备。南投市公所所主办的八卦山马拉松，将在这礼拜六号在后面各中大门卡口来开始。连续四年的比赛，今年已经吸引到3000人来报名，创下八卦山台地有史以来马拉松活动人数上侪纪录。南投县议员林益如表示，希望马拉松活动会当为地方带来更加侪观光人潮。6号早上6:30是我们这次2012八卦山台地马拉松的活动正式要开跑。今年活动已经迈入第四年，从第一年的800多人到第二年的1000多人，到去年的2000多人，到今年总共有3570多人来参加这次的活动。包括咱这些选手来到这，除了参加到咱的这个马拉松以外，更加会再来体会到咱在地，咱头拄市长所讲到，包括到咱的这个山顶这，咱的生态原。咱的这农产品都非常的优质，咱期待讲吼，这个活动会当带予咱地方啊有更加好的一个观光的效益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这次马拉松分作全程、半程以及健康组。参赛选手年纪上侪有78岁老大人，以及6岁囡仔，年纪会当讲是无分大细汉。主办单位也为着要鼓励选手，今年比赛阁准备了前3名有奖金通摕，相信这个办法会让选手更加有动力。活动我们一共分成有全程的马拉松，还有半程的，还有健康组的，一共有3个不同的一个选项。那3个梯次呢，我们还是有。